你是什么色？这个是紫色、蓝色、蓝色。你扔，大妹，爸爸。 把这拿起，拿不里好看。你全部都一样啊，我还编个大碗个。有什么呢？你想要编的两种大碗在哪个？这个大哈，这个拿不一样，给你啊。戴个大碗。谢谢。我们戴个小手镯。来，不动不动，来，来，起来起来起来。 好，我们把裙子，裙子，不动。一，哇，好看。你看啊，不能摇。嗯，乖。好看，戴个帽子，你们明天上来吃饭啊，立刻，听着，拜拜，大王走。明天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 老公来，来加起来。都是几个人的？都是两个人。一边煎边吃，两个拿吃完了。吃不完，那指望这谁吗？枣子过去舔上它啊。嗯，我说我想吃那些。来，来，你吃，你吃。 同学哟，你消气点。叫我们家装修，不叫我们家装修。把太阳火小点。嗯。把太阳。嗯。帮我浇着。哎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嗯。 老公，俺们说长得酸菜哦，你觉得酸？嗯。你干哈？26。刚刚好，它才多点就俺们香。嗯。26分钟。你长这些干嘛？光今天？嗯。拿点酒给谁？拿酒干啥用？酒瘾嘛，上酒瘾。 拿它，拿它，拿它干。好。哎呦！要嘛，小火慢慢的炒。你就说话，他又在炒那个汤，要就汤。大王，你不能吃，汤，全部汤。哎呦，你手脏。 吃点啊！好了好了，吃吧吃。妈妈走，妈妈走，妈妈走，别下来，在地方，别下来，别下来。
大王，你慢点。拦截不住啊，等着啊，马上走。你不能吃少种肉，吃吃你胖，你这体重120斤啊，你还吃肉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
你给我包呀。可可，你还包粽子没？包，小包。来听，老爹不会包。你才十六块钱，我才十六。礼品也还了吗？好。好。啊，太慢了呢。来。我就听你，我是听你。行，先挖点鸡肉。快点，饭好凉了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吃鸡肉没？嗯。啊，吃鸡脚啊？挖完鸡肉。鸡脚吃啊？这个什么粽子？这个好看。你干嘛那么熟呀，方小姐？那咱们那方小姐来吃嘛。行，还种的是点，不能当主食。那会拿来买加的。这放在哪？粽子。粽子。粽子。粽子，这个好看。啊好。好，哪个年种粽子好吃没？嗯。嗯。嗯。这个什么粽？这个是卤煮粽。要到要到。哎，卤煮。不对不对，你们吃。听你是咸的没？听你爱吃听你没？也是也是先买给来吃哦，那你往下排进碗。好吃。你这个一月一喝，一感觉是啥点呀？姐，应该坑不稳嘛？你倒死我嘛！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先买一个。吃那个，来，妈吃，姐姐买一只的没？我吃，妈吃，吃到吗？对对对对，你吃。